爸爸，你找什么的呀？我们赶紧走啊！找一下吃电饼，不是上次说好送给山老爹家送女的吗？哦，我都忘记了。找到了，我记得上次是放在这儿。嗯，找到了。嗯，走。嗯，行。哎呦，盼盼，下次哈，我们赶紧把这锁给换了。嗯，下趟回来一定把它换了。对，要不然锁个门还怪麻烦的。而且我看有人评论说嘛哈，嗯，你这门好像锁了，又好像没锁。锁了，锁了。锁了哈，我一开始也这感觉。我说告诉小偷，我们家门锁了。锁好了，锁好了。老铁，哎，我们今天回去了，到家了，哎，回去了。哦，哎，你，再给你把车，有车哦。钥匙交给你了哈。哦哦，哎，再给你把车。什么钱？赶紧。嗯，老铁，你自己留着抽嘛。给你把车，难。太偷我爸了吧？俺老铁以为你偷俺娃知道吗？这故事，这事这事故事，故事。老弟，俺妈在外边好的，什么纸能买到？你自己留着吃吧，老弟。该，不能买的嘛，哪能买到的？俺们今天不一定去山东。该了，该了。我们现在还不回去哦，我们跟他先回娘家。咱只是老弟，老弟一心。那就带着啦。带着，带着吧。等。行，那我等我过几天，我去找公公的时候再送给他哈。嗯，行。老弟，给你买了箱纯牛奶，你带着喝哈。我不要，有肉花钱。这不贵的，拿着。我结婚去，老弟，你在家保重身体哦。行，少干点活。这忙吗？这大人大几年丢人了。老弟啊，哎，在家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嗯，现在花这半天不吃，知道吗？吃，吃，老弟，吃点什么？一包包鸡肉。那像一个新娘，给老弟几百块钱，带点，给他平时带点花。上你没有啊？我上啊。去超市换几袋。啊，行，好。哎，有点。哎。总共换了好几家才换了800块钱的。老弟，你的身啊，这两个搞事，我是。拿手。好，你好。花几千块。不，拿着没事。啊，对，拿着，买点平时买点东西吃。你真嗯。等现在牙疼不能吃水果，过几天想吃啥再买点哈，老爹。嗯，好，拿着。我们平时回家也少，也捞不到照顾你。老弟吃了，嗯，就吃了。嗯，那天啊，上医院看病看啥的。嗯。他脸上脸呢，怎么心里流着一块钱？他6块钱啊，7块钱。嗯。俺花不？嗯，对呀，你平时吃药呀啥的。那牙山高多了，我哭着掉毛，我在床上一直接都搬了。嗯。妈没了3天了，刚出去2天，现在哭了都。包间里，床头我都掉的。掉了。掉啥回事？说了半天，原来是钱掉了。掉了多少钱？500。500啊。带了700，然后花了200，掉了500。我跟他说的，妈是人家媳妇。嗯。就哭，这个哭了都嘞，你送我了。那我等啊。老弟啊，之前你装好了，一把鱼药掉了。我家不老了，家冻了。装好，装好。哦，直接上。怎么这个？行，下回不给了。行，下回不给了。啊，不给，下回不给了哈。老弟，我们走了。我走了。哎，走了哈。哎，跟上。老弟不会弄哈。老弟，我们都省了省心行。老弟，我公公婆婆在那边挺好的，你不用太担心。哎，多香啊！多香，香香啊！行。等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把您带过去哈。啊，行，带过去转一转。行，嗯，好，想去。啊，想去就好。有事哪有想走呢？妈，这话说的，嗯，你那个我说这天我去啊，我娘跟你说一个，说好的话。哦，好，感谢我们。行，老铁，那我们走喽。真的很喜欢老爹了，每次跟老爹分开我都挺舍不得的。俺老爹也蛮伺候你的。我跟老爹真的蛮投缘的，我觉得。我的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嫁到这边之后呢，每次跟老爹在一起都感觉很开心，因为老爹的笑真的太有感染力了。啊，每次。嗯，我离开的时候呢，老爹又很舍不得我，
还没走，老爹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呀。嗯，其实我也很舍不得老爹，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他呀。嗯，希望老爹身体一直健康，然后我希望我还可以陪他好多好多年。